就是去了些味道，要是海棠就好了。你这个人为何连在梦里都会这么挑三拣四呢？对了，本座饿了，咱们一会儿回去你给本座煮碗粥吧，要蛋花瘦肉粥，蛋花不要太少，粥不能太稠，肉放一点点就好。你会做的吧，教你很多次了。记得尝尝咸蛋，别指望着把本座咸死。还想让你陪本座一辈子。莫为雨，干什么？本座教了你那么久煮粥的手艺，你还不愿意给本座煮一碗粥吗？